竞赛场上进行的是男童乙组100公尺预赛第一组的比赛。领先参考成绩13秒76，育英国小林嘉诚。男童乙组100公尺预赛第二组的比赛，领先参考成绩13秒94。岷江出发，男童乙组100公尺预赛第三组的比赛，选手加油！领先参考成绩15秒34。岷江出发，竞赛场上进行的男童乙组100公尺最后一组第四组的比赛，壮维国小蔡奇勋领先参考成绩13秒90。